整个搞笑的是龙门倒挂金钩给大家看看，这一些这样的是失球就挺搞笑的，这样去打落自己的心口打翻出来给自己去倒挂，我相信呢应该是一个高难度的超衣动作来的，应该会有 0.5 的加分啊，即是因为你打落去自己心口的波呢照计是应该不会跳得那么近自己的脚的，但又真的可以做得到喎，这个是 Matrix 22世纪插人两锅，这个位置呢好像魔术这样遮一遮啊，但是换个角度再看下靓位啊， Matrix 22世纪插人两锅好棒。